近日，肖战凭借《狼殿下》急冲一角，荣获纽比亚2021全球年度最佳男演员奖这一消息冲上热搜后，在国内引发广泛讨论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粉丝为肖战自豪，有一些人却另辟蹊径，质疑起这个奖项来。无论他们怎么冷嘲热讽，改变不了的是，肖战就是史上最争气的男二号的事实。该剧在国内播完已经一年了，急冲这个角色在国外仍然拥有超高的人气，获得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票 Nubia Magazine 设置的奖项，旨在表彰优秀和有影响力的男演员。肖战的优秀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。与国内很多人搜肠刮肚的找角度尬黑不同的是，海外粉丝一直在用独特的方式庆祝这件事。泰国娱乐 Mount Mono 29夜间新闻直播报道此事。同时，肖战荣获 Nubia 2021年度全球最佳男演员，登上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德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多国趋势。海外粉丝在评论中更是写下，肖战不仅拥有全宇宙最迷人的笑容，还拥有全世界最深情、最光彩夺目的眼睛，这样感人的评论。